Hello， 大家好久不见。我今天放了年假一天，然后我跟我的同事今天来双溪部落湿地公园来徒步，探索一下大自然的奥秘。我现在是刚刚从这个红色地铁线路 Cranji 出来，然后这边就能看到很美，所以我在这边录一个开头跟大家说说话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还要坐一个公交车，然后才能到这个湿地公园的入口，然后到时候再录视频给大家看吧。拜拜。吃吃不完我帮你吃。买了，我什么都没吃，我已经开始饿了。嗨，今天都美美的。等一下我们来爬山。哎，我们找到了，这个就是入口，拍照打卡一下。终于我们找到了这个最标志性的建筑物，然后我们现在要上去每个人拍特写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尾端，它主要有两条线路，红色和黄色，我们都已经走差不多结束了。它其实不大，所以说如果你的体力没有很好的话，来这里也没有问题。对，我看到它蹦跶出来的。有没有咸蛋虾球？我们来拍油。哪大哪小的？冬阴功。咸蛋虾小的，刚刚羊角豆也是小的。